才来呢，这给我饿的。着什么急？那不是最近好多好多小伙伴说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想看你挑战一天只吃各种节日美食啊！而且啊，小伙伴们都答应了，只要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同学来给咱们点小心心。那就安排早饭了，我们给小胖安排一盘端午节大家都要吃的粽子。哇！不错。到了中午，先给小胖安排一箱三只松鼠年货礼盒。哇！哎呀，这三只松鼠的坚果我老喜欢了，而且这样也忒全了。哎呦我，这果仁好大呀！酥酥脆脆，越嚼越香，是好吃哦。瞅瞅给你美的，我给你准备的呀是三只松鼠坚果里的国庆款，他家还有国红款呢。而且啊，每款里面都有不同种的新鲜坚果，每日摄入坚果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的膳食纤维呢。要不我俩把它都收起来，等过年串门的时候拿它送礼，那得老有面了。你呀，可真会过。不过啊，这个三只松鼠是坚果领导品牌，可多可多人都在买了，老火了，确实很适合过年送礼。中国年送三只松鼠坚果礼，有面儿。到了晚上就给小胖安排个元宵节都要吃的元宵。哇哦，今天吃的真是气氛满满呢。